偷偷把臭豆腐抹脚上，然后忽悠媳妇儿帮我按脚，看他会有啥反应。今天必须好好整整他。俺忍不了火，你不给他点好处，他都不会给你按脚嘞。我早有准备，噔噔噔噔，看见没有啊？网上花2块钱买了一个项链啊，到时候我就忽悠他说这是金的，他到时候肯定屁颠屁颠给我按脚，一会看他啥反应。走，看媳妇儿，媳妇儿，笑我啥笑我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有屁有法。我这两天我这脚阴上来呀、啊，我想找人按按脚哎。你想找你就去呗，你给我睡那按呀？那出去花了钱多浪费啊！我想着要不你给我按。啥了？你给我按。你长得不乖，你玩的还怪乖啊！你别是做梦吧，你叫我给你按脚，想也很怪美，你给这。你不按，我才不你按。不按算了，哎呀，别存那1年0花钱，买了个金项链没有人戴，谁给我按我就给谁戴。老公，给我买。你要给我按，我都送给你；你要不给我按，那给我。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给人弄钱买呀？你别管，你按不按？不按给我。哎，别，按，坐，赶紧坐到这儿。真是的。哎呀！来，我给你按。好啊，好。哎呀，有人。不是咋了，媳妇儿？你这是嫌弃我了吗？没有，我咋能嫌弃你？要不你多长时间没洗脚呀？啊，多长时间？我也就一星期没洗啊。这个味道确实有点大，有点下不去手啊，这样啊。哎，你要不想按算了，你想想就给我拿退了去。我学那啥话？那买都买了，哪能退嘛？我给你干。哎呦，我你是不是踩住死呀？啊，不是，我踩出啥死？我得会踩出死？你看你说的啥话啊？你这味道真的有点上头。不行，哪有这么大反应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故意呀、啊？你问问，这一天闹得你那多臭气儿！我真不是故意，我媳妇你绝对是故意。我跟你说，你算了，你不用我摁的，你不用我摁的。别嘛、哎，你别我摁的。我给你摁呢，我给你摁呢，我咋不给你摁呢？我给你摁，我摁。哎呀，老公，啊，你觉得咋真呛的慌啊，臭的很。哎呀，那估计夏天老热呗，出脚汗了。不是，你的脚咋跟人家男人的脚不一样啊？啊，咋真臭熏的慌？那不是都有药味吗？难道我这给人家臭的呢？简直上头，都不敢喘气儿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可臭吗？哎呦！不会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没事吧，媳妇儿啊？你别笑！哎呀，你这脚那臭味，我跟你说熏天，老公。哎呦，媳妇儿，那你看你这好样儿，那算了。哎呀，不用按了，我看你也天为难，我也不勉强你啊，不按了，不按了。没有，我不嫌弃你，我给你按，我不嫌弃你。那你还按，接着按。嗯，我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哎，那你接着按吧。哎呀，哎呦你。娘，媳妇儿，哎，按着脚，嗯，啊，哎呦你，咋了？哎呦，不是没事吧你？啊，老公，咋了？你脚太上头啊，穿鼻子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不是没事吧你？啊，你再问呗，啊。你再问问呗。